Good morning，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安妮日记。这个星期开始要非常完整记录我一周来上班然后工作的这个画面，我一定要变成一个认真负责的老板。我是一个老板 ，OK， 我是一个老板，我不是一个上班狗，我是一个老板 ，OK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要马上走了，因为我要迟到了。实话说，我已经迟到了，所有的小伙伴都已经到办公室了吧？然后我们赶紧了 ，OK， 那我们就办公室再见喽。Good morning， 好，曝光很严重，完全看不见。OK， 又是一天的工作，大家都已经下班了，我是不是很勤奋？作为老板还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，希望我这个工作的激情能够长久的坚持下去，至少给超过半年。对，是的，一定会越来越好的，好吗？相信我好吗？江江，我刚收到一个包裹，给大家先来一个简单粗暴的开箱。这是我在丝芙兰买的 iOPAY 家的产品。那之前我去韩国参加 iOPAY 的活动，对他们有非常深入的了解，总体来说给我很专业很安心的感觉。那这次呢，也想说给大家来测试一下他们家的几款明星产品。这次买的有 iOPAY 家最有名的这个天才水，还有逆时针精华。现在去下单的话，真的有非常多这种套餐，就是小样来赠送的。天才水的主要成分是高浓度的酵母，有非常好的维稳、提亮肤色、抗氧化的这个功效。那么逆时针精华，它是主要针对眼周的这些皱纹、法令纹啊这样的问题。最近不是有一个风很大的抗老成分叫做视黄酮吗？逆时针精华里面有一个成分是要比视黄酮更加厉害、更加稳定的。又到了我们护肤测试的时候，大家就是非常信任我，就觉得护肤测试这个环节就还是比较的有说服力的。所以这一期的安妮日记，我也会实时的记录我皮肤的状况，让大家来一起看一下这两款产品在我脸上的这个效果。OK， 那我就先来卸妆喽。然后它的包装是玻璃的，还是挺有质感的，基本是水状的感觉，不是那种比较浓稠的那种精华液的那种感觉。我打算用它搭配的这个化妆棉，这个水可能要倒的这样大力一点。它真的非常的温和，基本上没有什么任何的感觉，就没有什么刺痛或什么感觉。然后闻上去的话也是几乎没有味道的，但是有一点点淡淡的酵母发酵的味道。Ryan， I'm recording。Yeah， 然后天才水的瓶身是会有这个刻度的，尽量每一次使用是一个刻度，所以这样一瓶使用完的时间是28天，正好是配合我们皮肤的这个新陈代谢的一个周期，能够更好的看到一个效果。逆时针精华是我的老朋友了，它其中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成分是叫做超能视黄酮，据说是比视黄酮有更强的这个抚平皱纹的这么一个功能。逆时针精华它是一个非常厚的这么一个精华，就很像面霜的这种质地，我觉得是特别适合干皮或者是秋冬的时候来使用的。 OK， 那么这里就是 iOPAY 两个当家小花旦的测试第一天，我们就明天再来看吧。Good morning， 我们已经在办公室了，待会儿下午要去开始拍穿搭咯，开心。我现在最后修一下安妮日记，杭州行就先延后了。OK， 我们要出发第一次拍摄 OOTD 了。对，小姐夫送我们去，小姐夫现在已经只能充当司机这种角色了，对吧？给你们看看。和我们工作室的小伙伴特别搞笑，我爱工作，工作使我快乐。每天这个软件都会提醒我们哪个要浇花，哪个要施肥。你看，勤劳的小姐夫又在浇花了。最后一个，为了鼓励我们的小伙伴，一定要追着 KFC 来我们的店铺。OK， 有非常优惠的活动等着大家哦。我一定要强制自己用到下面那个刻度。但其实用到那个刻度量会挺多的。Good morning， 今天是周三了，但是因为上班的原因，好像每天呢都特别的规律，都不知道给大家拍点啥。我们现在已经在办公室啦，现在是早上的9:30左右，我现在每天的时差完美，简直完美。然后今天会有一个安妮日记上传。总之是愉快又充实的一周吧。
OK， 先不说了，待会儿有啥事儿再跟你们说吧。昨天就想说，我们团建呢，大家都可以发表意见嘛，就把自己喜欢的这个项目呢写下来，然后我们就有一个抽签筒。哦，这个好，这个抽签里面抽，抽到谁的 idea 就谁的 idea， 不错。真的，我就是三明治。园丁又上岗啦，无所事事的我们又开始捣鼓了。对啊，对，哦，包袱那么重啊？不对不对，我不觉得不是，我来吧我来吧，还是我来吧。老板就是有老板特别之处，就是优势，智慧，对。下班喽，明天再见啦。我们来下馆子啦，虽然下个小馆子，咱随便吃一点。我想吃这个手工粉。哇，好辣！加点蒜，香菜，还有这个，这个也行。我吃饭啦。怎么样？它那个面有点烂了，就是煮的太烂了一点。我爱吃面条，我爱吃面条，送了你哦，好好吃啊，送了你哦，呜呼，我还买了喜茶哦，刚才点的，赶紧去取餐。8272，谢谢。最近不是奶茶风波很多嘛，就很多牌子不能喝，并且我喝一点点就真的睡不着，然后我前天发现我喝完喜茶还能睡着，所以我就又来点喜茶。耶，终于又可以卸妆了，好开心。Good morning， 这是小姐夫给我准备的早饭，非常好心给我炖了一个燕窝，但是我细看发现他没有剪里面的那个细毛，那我现在呢又不舍得把它倒掉吧，总归还是谢谢你了。那我就先吃早饭啦，待会儿见。路人甲什么时候给我们打广告费，我看看啊，今天 Freya 他这个味道闻到的话还能够忍住吗？小马来参与活动了，还不到你。小姐夫，你来抽吧。我不抽，你来抽。你来抽，来抽，来抽，快点！干嘛？你怕抽到最贵的手剁了？剁了，剁手。OK， 好，揭秘的时候到了。我们中秋聚餐到底要吃什么呢？好紧张，我都紧张。等等等等，火锅！天哪，火锅太广了。我们这里都有两个，我也喜欢老郭，再抽啥哥老关，再抽一次，再抽一次，想吃那个哥老关是吗？嗯，我没吃过。好好好，就哥老关。不行，哥老关排队太痛苦了。今天那就是是的了。怎么？高老板跑一趟。Oh my god！天哪，家庭妇男，我拉都拉不回来了，你这样越走越远了，怎么办？以后不让你去上班，就在家里给我做点菜吧。可以，你找到了你最好的这个职业哈。Good morning， 今天是周六啦，然后我现在又要出门了，跟朋友一起去约一个下午茶，打算去尝一下上海前段日子很有名的一个南洋菜，其实就是粤菜的那种感觉吧，对，叫做诗。那我现在就先出发了，带你们一起去看一下那边装修还挺好看的。 OK， 我来不及了，赶紧出发吧。呀，就是这家啦，我订了一个一点的位，差不多可以进去。哇，好漂亮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有定位一点钟的，姓阮。哦，这边谢谢。点心，这个看起来很不错，马来椰子冰。
走就走的旅行。我们现在要回丽水喽，我看看能不能吃到什么丽水特产美食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小姨夫好聪明啊，因为我们的座位是直到杭州嘛，然后杭州到丽水还要一个多小时，两个小时吧，所以我就得站那么久，就有点累嘛。然后他就想到餐车这边是有位置，然后马上飞奔过来，发现这边还蛮空的。现在，哇，好棒！哇，豪华头等舱哎！而且我们待会儿有两个朋友，他们也是无座的，我们都是临时起意要回去，所以现在就相当于四个人在春游的感觉，很棒。OK， 那我要开始野炊啦！我最喜欢坐火车了，拜拜。哇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噔噔噔噔，我的天哪，好开心哦！我到那个丽水。刚才补票的那个小哥还挺帅，对比一下谁比较帅，小姐夫比较帅还是那小哥比较帅？明显的小哥比较帅，对吧？到啦！今天晚餐有点正式，是在我结婚的那个酒店吃。我记得我结婚是在那一边。OK， 赶紧去吃饭了。哇，猜猜这个是什么？知了啊，是丽水的名菜，一定要来吃知了，超好吃。看看我们的儿童聚餐。来吃个蛋饼。这蛋饼一般人肯定没吃过。对，它里面是那个萝卜丝，然后瘦肉，还有一些咸菜。哇，Everybody, my friend, come to this year, eat our very delicious food. 哇，那个印度人呀，绝不绝？回来必吃的一样东西。他这个老板原来是那个台湾的人啊，研发了他们这个菜，后来慢慢就流传下来。好吧。哦，是不是要给你单独开一个美食栏目呢？可以。就是那种每日高兴的一餐，哈哈，大家来取个名字。这是香菇肉末酸菜鱼吧，一个。这是藕，然后这个是椒盐皮皮虾蒸蛋，香。OK， 吃饭啦 ！Good morning， 又是周一啦。上周一我们开始用 Alpay， 到今天的话正好是第七天，要跟大家讲一讲我皮肤的一些感受。因为这次是只用了七天，所以我觉得明显的这种变化的话，那肯定是骗人的。我自己最大的感受应该是维稳这个感觉，因为我前段日子工作比较忙，所以皮肤状况是非常的不好，很多很多闭口就是即将爆发的那种感觉。但是这个星期用下来就可以感觉明显皮肤很稳定，然后也没有爆什么大痘。记得上次大家看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些红肿的大的，温和是真的温和。因为这种酵母类的水一般是会有一点刺激性的，然后有一些皮肤敏感的话一般是会比较刺痛嘛，但是这个 Alpay 的水是真的我觉得非常的温和，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的那种刺痛感。然后就是逆时针精华，我用下来最大的感受还是它的那个保湿度，它真的非常适合秋冬来用。好啦，那就是我们这一次 Alpay 测试就也到这里，然后这个 vlog 也到这里，因为是星期一了嘛，我们要开始下一个 vlog 啦。 OK， 拜拜，我们下次视频再见咯。